决定大力背书一下，因为呢，除了他在蒙特尔的这个领域呢非常努力之外，现在也有新的领域在表现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呢正在加入戏剧上面的演出，然后刚刚我的新戏公共电视的四位男孩也将在8月31号的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到11点在公视播出，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。真的，因为呢，其实呢，内容非常长，都是看到很华丽的一面。但是我知道在戏剧中，你要诠释别人角色，所以呢，你就要进入那个情境，所以是非常辛苦的，而且就没有办法，好像可以这种漂漂亮亮、很帅气的感觉。但今天你又回到你的老本行了，对不对？戏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得心应手？嗯，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很开心，回到一个时尚的舞台。水晶的东西，然后像粉红啊，这些黑色的，我觉得也是男生非常认识的。